对比要放哪里？你会带灯吗？我有小灯，迷你灯。你要灯是？你要灯是不是？不用啊，我不用灯。不然怎么问我要不要带灯？没有，因为我看你那个传给我那个之前拍，看起来好像有打灯，就你靠近他的时候看起来脸亮亮。因为应该现场应该也还是蛮昏暗的。那还好，不像那个 AI， 干你他妈的！我跟你说他妈那才是真的，是黑到不行。